看到最后的人已笑晕。大爷，您裤子穿反了！大爷，您裤子穿反了！大爷，大爷，您裤子穿反了！裤子穿反了！穿反了咋的？我能他妈在那公交车上把裤子脱了再穿上啊？我这要一穿反的，你管着？那警察都不管，你管？你有毛病啊你！放一个两个就行了，你这成串得放，你这是公共场所，不是你家。这满车这么多人呢，你好意思就说是我放的呀？和谐社会，你凡事得讲证据，凭什么说是我放的？证据是吧？看你给这大妈都崩成什么样了，还证据？你看看，哎呦我的妈，这样了。你饶大妈一命吧，崩死我了！你是崩爆米花了，你这是？停，哎，停靠，等会儿说。你刷什么卡呀？爱心卡。叔，你要逃票专业一点好不好？方言都说出来了。小伙子，你怎么会说普通话？喂 ，B 爱心卡，亏了吗 ？B B B， 哎，傻鸟，滴滴滴滴，学生卡。